今天是端午节，我们上那个夜市看看沈阳的那个物价，买点菜。生菜多少钱啊？还有吗？这个剩那几颗了。来，给我来包上。都拿呢。哎，不都啊？都拿就拿，大袋儿。1.4元啊？1.4元。行，再给我拿点这个。再来两颗。再来两颗，这个好吃，这个。一人吃饭。我也爱吃这个，这是。2.7元。罗马生菜，还有这个。2.7元。还来点啥？来点松茸。松茸给我来点。嗯。看这些。松茸啊。这边大，这边大。这几个大，给你们，要不？这大的，这大。这不行。好，够了。2.7元、3.4元、6.1元。这多少钱？25元，活的，纯活的。你要是卤水，5元一把。什么？卤水，好嫩的。它好像有点老。不老，那颜色是最嫩的。给我放点。6.1元。嫩吗？那你卷一下子上来，就那尖，那就那上面的。不要，是挺嫩啊。啊、嗯，嫩，这颜色是最嫩的。是吗？嗯，要我还能说那啥说话。这颜色都是最嫩的了，就这个稍微的，这会儿挺好。哎，这苦瓜。多一会儿，我也苦。5元一块，3块钱2。这会儿不错，老不错。那就这会儿吧。那就是11.1元。打饭包吗？这3块钱一大包，你吃一得了。当你4元。要大厅，我卖多少钱这玩意儿？卖几块？4元。都装一个袋里边。好。便宜点。2.20元，我这3元，哎，1.4元的，2.20元，我20元不挑，来给我20元，来，快！问你呢，汉黄瓜多少钱？就把那边去了得了，那两根细。2块钱的，去一根，能去完远的。这3块钱20元不挑，挑2块钱1斤。哎，就不让挑，让挑，2块钱1斤，你要怎么挑怎么挑。哎，给，是不是2块钱？对，每人2块钱呢。哎呦我去，掉出来了。来，
要是来这儿多留一下。这个你不要选。这个不宽吗？这个是多大？不拉二斤。这个料多好，这中间的啥呀？那个你当这个是枕巾，你当沙发、扶手什么都行。就这样哈，都是那个。咱们坐着就再都买不着了，你厂家进都进不着，那到家我吃不实际上哪人买？你买不了的，买不了这俩都是红椒，你知道呗？现在不让你妈没有这个量，那都是大客户给你扯的。我还得十多块钱一米，我这能下来吗？那个得小，那都是从外贸原单。那咱买一个。来，一万米，那一万米再不用买。辣椒喝来点，还香呢。哪个椒鸡？还挺少退的呢。多少钱呢？这个2块，这两块，三块五，够不？这多少钱斤？三块五。啊嚯，这有点贵呢，怎么？这个辣椒贵，萝卜椒吗？4.6块，不4.5块。多少钱？这辣椒便宜。够吗？4块了，5块了。一样，二十根的。看到没？原来我地上2块。2块这个。好的也2块。你不知道？这个、那天我买的吗？你不知道？涨价了是吧？这来亚的2.78块的。啊。那你这就死的名儿，哎。回家喽。沈阳的物价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便宜的。现在就肉也就是27.8。
今天录制。